春姐，你最近美到我了，感觉我仿佛看到了他在外面的样子。没有，云发出去之后更美的，发现在根本就不算啥，是把云云看他自己的衣服之后，你看到我了，你没理我，你没喊我，我没理你，你怎么就这么？他这样看过去了，但是还扁了，我扁了吗？你不扁，你很蓬松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进了。超美，她最近每天都好美，就每次把自己搞得有点快走啊。所以，还有她要做自己要试图挽回一下她的头发形象，挽回她的 Angela 形象。拜拜。